先生不得不请禀告丞相，关羽求见。丞相有要事，令任何人不准觐见。我已经求见三次了，你们一直挡驾，请禀告丞相，我也有要事。丞相法令严厉，一旦有令，违者重惩不贷，恕在下不敢入报，请将军回府。关将军何事？你去通报一声，说关羽要见文远将军。张将军卧病，谢绝来访，请关将军见谅。将军，他们全都不肯见我，是不想放我走啊。那将军打算怎么办？待我修书一封给曹丞相，就留在此，全当告辞了。孙乾，马上打点行装，伺候二位嫂夫人上车。遵命。记着，曹丞相所赠的金银玉器、奴仆侍女，一律不许带走。明白。
相恕罪，关羽告辞了。丞相，丞相，南门城守禀报说，关羽领一辆一车夺门而去。关羽走了。禀丞相，关羽把朝廷赐予的汉寿亭侯大印悬挂梁上，把丞相赐予的金银玉器、侍女仆役全部留在客馆，并留下此信。财富不能动其心，爵禄不能改其志。生死不能阻其行，对于这样的人，别说我曹操了，天奈其何？主公啊，关羽此去必投袁绍，这样一来，袁绍可就如虎添翼了。请主公速派汉将铁骑追杀，以除后患。丞相，末将请兵3000，定斩关羽首级，献于丞相。蔡阳。你虽骁勇，只怕未必杀得动关羽。事到如今，我们与其在这儿后悔叹恨，不如再赐给关羽一道恩典。程昱，在，随我出城相送吧。是否追我回去？是的话，你能跟我回去吗？万万不能。因此，我也不是追你回去的。云长啊，丞相得知你要远行，亲自出城相送。你看，云长，为何行色匆匆啊？啊，连喝我一杯送行酒都等不及了吗？禀丞相，关某之前与丞相有约，一旦得知兄长下落，无论天涯海角也要前去相会。现在已经知道兄长下落了，因此匆匆前往，万望恕罪。我既与你有约，又岂能失信呐，云长？你看，此去冀州800余里，路途遥遥，路上风吹日晒的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件锦袍，供你路上遮凉御寒。啊，来，云长，我给你披上。
多谢丞相，恕关某不能下马叩谢，就此别过。哦，就此别过。但愿你我后会有期啊，云长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跟你这么多年了，还没见过你如此呢。那是因为这么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感到过挫败。你想想，如果连一人之心都不能收服，何以收天下？又何以收天下人心？主公，你言重了。云长今天这么做，完全是因为刘备的缘故。由此可见，刘备这个人，当初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，就跟他议论过，在乱世当中，何以安天下？我认为要靠兵马和权谋，刘备呢？他觉得要靠忠义。当时我还笑他迂腐幼稚，可是今天云长的事让我觉得刘备这个人很可怕啊。他比袁绍更可怕。刘备才是我真正的大敌。那不是县令老爷吗？怎么坐在门口了？还不知道呢。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个黑脸强盗，罗占了衙门，自己做起老爷来了，反让县令替他看门。是啊，他还让咱们县令做了他的账房。那人是天不怕地不怕，把全县的税粮免除了一半，剩下一半呢也不交给朝廷，自己留下来招兵买马。这真厉害啊！过来过来，随我断案。哎，你们两个有何冤枉，说与我听，本官自当有公断。禀将军老爷，小民张三，家住后瓦巷。去年春天，小民借给李二500钱，约定为期半年。今日小人前去要钱，他非但不还，还打了小人。来，你看呐。李二啊，你可借人家张三钱了？借了。那为何不还呢？没钱还啊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是天道。来呀，在拖下去，重打30大板，减后10重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张三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大人，我还。张三啊，我还。这李二是人，你也是人。啊，人家有拳脚，你也有拳脚，为何只吃人家打呀？老爷，小人受了他的欺负。来人，在，你给我拖下去，也打10大板。诺，打10大板。小人无罪啊，小民是受了他的欺负，打不过他呀。你
挨了人打，你还好意思说呀？你为何不以死相拼呢？你这个娘蛋啊，真是气死我了！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再加打十大板。老爷，不能打我呀！这个软蛋，大王啊！此案断得如何啊？断得真是空前绝后，在下五体投地。大王，我叫你派人去打探刘备和关羽的消息。打探的怎样？在下已派出四拨人，分别前往东南西北打探去了。可有何消息啊？没有。没有。再探，打探不得消息。哼！我把你们这一干人等的腿，全都打烂了。遵命，遵命。实在打不动了，我就是个手腕的嘛，折了膀子那也得起来接着打。起来！好，就这样，接着打。当然都是打出来的，不打不成器呀。张将军，外出打探的人回来了。啊！退下。将军，可有我哥哥的消息？将军，小的奔出去500多里，一直打探到黄河边上，也没能探听到刘备和关羽的下落。你个没用的东西，退下去，给我打十大板。诺，不久之后，将军酒足饭饱，再去打探消息。张将军，张将军，小的探到关羽的消息了。好，我二哥现在在哪里啊？小的一口气探到兖州，从一受伤士兵口里得知，关羽投靠曹丞相了。放屁，胡说八道。拖下去，给我打！哎，张将军，张将军，探不到消息要打，小的探到消息，为何还要打？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小的探到关将军消息了，快说！关将军，关将军投降曹操了！胡说！哎，千真万确，千真万确啊！将军，关将军不但降曹，还帮曹丞相杀了袁绍的大将，一个叫颜亮，一个叫文丑。关将军为曹丞相建了大功，曹丞相就上奏朝廷。给关将军拜将封侯，叫个什么汉寿亭侯。关将军就住在许昌城里，曹丞相赏给他了一个大房子，里面什么都有，有龙庭。一派胡言，胡说八道！来人呐，给我拖下去打！诺，张将军，张将军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你不能打！狠狠的打！将军，关羽。关羽！将军，此城守将名叫孔秀，据说他武艺不俗啊。咱们跟他以礼相商，借道过关。嗯。请问孔将军在吗？汉寿亭侯关羽，借道过关。
在下便是孔秀，敢问关将军要去哪里啊？经曹丞相准许，前往河北与兄相会，特此借道过关。河北袁绍是丞相的大敌，将军既然去那里，一定有丞相颁发的文书喽。匆匆赶路，尚未能取得文书，请将军见谅。关羽，容我说句心里话，你杀颜良、诛文丑，名震天下，这就是过路文书了，哪里还需要其他文书啊？不敢当，关某全托曹丞相之威。孔将军，我们可以过关了吗？当然可以，请将军稍后，容我进去另写一道文书赋予将军，以免下一关再给将军添麻烦。多谢关某在此等候。关羽没有过关文书，他分明是背叛丞相，投奔袁绍。听令，你们速速披甲上马，随我出关擒拿关羽，为丞相建功。将军，关羽可是勇猛过人呐、啊！听说他是连斩袁绍的上将颜良、文丑，连个大气都不喘呐、啊。关羽勇虽勇，但他只有一人一计，我们有500甲士，何惧之有？遵令。去见丞相。孔秀，你虽奸诈，我却不想杀你，尔等速速放我过关便是。你不杀我，我却要杀你建功。上。我杀孔秀，时不得已，与尔等无关。速速通报丞相，叫他赶紧下令通知各官，不要再为难于我。听到了吗？遵命。关羽杀了东林关孔将军，正往洛阳赶来。关羽为何过关？为何斩将？关羽要去河北投奔袁绍，跟孔将军不许，交战中杀死孔将军，请太守擒杀关羽，为孔将军报仇。他可有丞相文书？没有。没文书，那说明他投敌了。如果任他这样下去，那么丞相会追究我们的罪过的。太守，关羽那把青龙偃月刀能斩金断玉。此人在3天之内就杀了2名大将，永不可挡啊！哼，你拒战了？不，末将的意思是，我不可与他为敌，先设下埋伏，布下强弓硬弩，引关羽进入伏击，再擒杀他。好，即刻准备。诺。关羽，快下马投降！我已杀了东岭关孔秀，我不想再杀你了。关羽，在下武艺平平，自知斗不过你。不过，在下以命护关，绝不容你通过。好吧，好汉，你过来，我让你3招。再来可就是第4下了。哼，那又如何？我不想杀你，待我换过兵器再战。关羽来了！关羽来了！将军，小心伏兵啊！有伏兵我也不惧。哎。
已设下重重埋伏，你赶快下马受降吧。你们听着，我不想杀你们，快快开棺！快快快快快开棺！快，就就就！冲！快快跟上将军！就快就就就！将军，二位夫人已经歇息了。二位嫂夫人有何吩咐？夫人们有些担心，他们说如此一关一关的杀下去，叔叔的身体怎么吃得消啊？将军，此处离冀州还有500多里，沿途有10几道关隘，我看不如在此休息几日，等曹操的过关文书一下来，咱们再行上路。我担心迟则生变，万一曹操后悔，不但不给我们过关文书，反而派精兵强将前来追杀，那二位嫂夫人岂不危险？不如我们就抢关夺道。下一关是哪里？啊，下一关是泗水关，守将名叫卞喜，善使流星锤，守关将士大约有800吧。你也早点歇着吧，天明起行。来将可是汉寿亭侯关将军吗？正是。泗水关守将卞喜，见过关将军。关某匆匆赶路，未能取得曹丞相的过关文书。这个末将知道。东岭关守将孔秀，洛阳关守将韩福也曾与我有些纠葛。这些在下都知道，岂止是纠葛，他们早被将军斩杀了。那你为何开关相迎啊？关将军忠义无双，名震天下，在下早就仰慕不已。再者，我原本是吕布部将，顺操之后非但不得重用，反而饱受排挤，在下早就想弃关而去了。请受关某一拜。关将军请。多谢。将军，请看，过了那座山，就到了华州。华州往北30里，就是界首渡口。将军，百城过渡后，就进入袁绍的河北境地了。那就多谢将军了，就此告辞了。哎，关将军，你看，那座寺庙叫做镇国寺，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，法名为普净，他久闻将军的威名，想借此一会。无心打扰，心有不安的，我们还是赶紧赶路吧。将军，再有2个时辰太阳就要下山了，今天你们无论如何也赶不到华州。
何不在镇国寺歇息一夜？即使将军不累，车家那个嫂夫人也该累了。当然，一切听凭关将军的意思。急匆匆行进数百里，山路颠簸，二位嫂夫人早已疲惫不堪了。那就在寺内安歇一晚吧。领命，在下立刻派人通知普靖。关将军，请。请。关将军，贫僧普靖，恭候关将军。关羽，拜见大师。得知关将军经此过关，贫僧十分欣然。寺中已备下净室三间，菜饭数席，请关将军入内一叙。多谢大师，可否先请二位嫂嫂入室歇息？把车驾引入后院净室。是是。将军，请。请。大师，请。请。大师啊，还是着人先给二位嫂夫人上茶吧。已经安排了，多谢了，多谢。听口音，将军好像是河东解良人，祖居小村浦东。浦东村有道清水河，次北向南流。将军居河东还是河西呀？啊，在下居河西。大师怎知道那儿有一条清水河？贫僧祖居河东，与将军仅隔一小河。哦，原来是同乡高祖，请受关羽一拜。啊，家乡出了将军这等英雄，贫僧欣喜万分呐。大师，快请关将军法堂入宴吧。贫僧遵命。将军，请。请。大师，请。卞将军，关将军，请。将军，请入席。殿席。你法堂作孽，就不怕血水玷污了圣殿吗？来人，动手！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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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那位高僧啊，那净室原来是一间铜墙铁壁之处，夫人进去谁也伤害不了他们。大师，扰乱法堂多有得罪，若二位嫂夫人真有个好歹，关羽之友自问谢罪了。我早就知道
将军是一个忠义之人呐。大师，天高地厚之恩，容关羽厚报。我已这把年纪了，从未见将军这般英雄。你快快随刘皇叔拯救天下去吧。谢大师。将军，将军，快看呐！渡口到了，过了黄河就是袁绍的属地了。是啊。撤！跟上！撤！走！走！撤！是谁吗？听闻曹丞相帐下有一对兄弟大将，其兄夏侯惇，其弟夏侯渊，不知足下是哪一位？哼，我便是夏侯惇。既然知我的威名，就下马投降吧。你比颜良文丑如何？关某三日之内连斩袁绍两员大将。颜良文丑算什么？区区鼠辈而已。你不杀他俩还好，你杀了他俩，闹得我心痒难熬啊！早就想和你一见高低了。匹夫，竟敢出此狂言！关羽，哼，你别害怕，我已经下令，我这些部将今天都不会动手，所以。只有你我看刀。这下你可以放我过关了吧？哼，丞相知不知道，关羽在沿途过关斩将，他已经杀了我五六位部将了。这个丞相确实不知道。既然丞相不知，那么只能生擒关羽，叫丞相发落。丞相若放他是丞相的事，我不放。哼，你以为我杀不了你吗？撤！啊！快！哎！
丞相已经知道，丞相说，他忘了给关羽过路文凭，所以不怨关羽。嗯，哎，多谢。哼，足下好刀法。将军，枪法超群，运气也不错。哼，云长，赶紧过渡吧。走，替我谢过丞相，就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就，哎，将军啊，由此向北80里就是汝南郡，过了汝南郡，就是冀州的首府了，主公应该就在那里啊。如此看来，3天之后啊，就可以和兄长相会了。大少。来，这天宫将军张角，快快下马受降！匹夫，敢冒充我威名！好汉，你又是何人呢？